它的质感是弹力螺纹，所以呢它一次会有两件组，布料感非常的棒，完全高弹，然后它还遮了副乳，然后整个下面完全不挤肉哦，肩带是弹力的肩带，所以它不太会一直掉下来掉下来。小罩衫也很经典哦，不是随便做的一件无聊的罩衫，手袖一样帮大家抓一些小小的蓬蓬袖，宽度大小大家都可以穿哦，不长不短，也不太会露肚子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上班族的部分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全扣，那如果像刚刚妞儿把它打开来单颗全开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偏瘦的偏肉的这个都不会很大，因为有时候附的细肩带或是附的两件式，大家都觉得里面好像反正送的好像也没很好，但是这一件是完全为大家打造，很弹，大家都可以驾驭的。